当时金华山地藏庵发挥地藏王菩萨慈悲为怀的精神，顺利举办家己管区当地救济活动。家己地区有2425户受惠，每一户发放慰问金3300块，总额高达800多万。希望经由当地慰问金的发放，或者继续入户，会当过一个温馨快乐的好年。金华山地藏庵地藏王菩萨慈悲为怀，办理当灵救济，对于弱势低收入户注入实质的关怀。在嘉义地区2425户低收入户家庭发放慰问金3300块，总计金额800万。希望经由当灵慰问金的发放，或者低收入户会当领到过年前一个大红包，过一个温馨快乐的好年。咱地藏王菩萨一当弄一摆，发放这个救济，或者给。也收入好，他好好过年，啊，无啥个作弊啊，大家个领受，啊，大家吼、啊、快乐个生活，无啥人在甲咱关心，啊，请恁大家吼、啊，安尼若有时间就来，就上庙甲无啥拜拜咧，啊，啊，大家安尼快乐，多谢。嘉义市副市长李石定到场致意，肯定宗教团体唔仅在地方扮演信仰中心，更感谢伫社会福利的资助，将生族群得到更加侪资源，和社会更有温情。另外，正月十五元宵节，地藏庵将举办儿童彩绘活动，到现场参加活动，都发送真水的金龙歌灯。要来向各位预告，就是元宵日礼拜哈，啊，要来这个。亲子的这个写真比赛，欢迎大家呢踊跃带着咱的囡仔呢来咱九华山地藏庵参加这个写真比赛。这小朋友来呢，拢一定上这一顶，来这个做歌顶吼，啊，让咱大家做这个纪念。啊，那爱歌顶的小朋友呢，一定爱来地藏庵参加，才会当得到这个歌顶啊呢。九华山地藏庵历史悠久，香火鼎盛，庇佑众生。地藏庵菩萨慈悲为怀精神，庇佑每一位香客的善心和爱心，传递和需要帮助的弱势家庭，每一个人都会当温暖幸福迎接新年。财经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